欢迎，这里是QS体操环境内部。我已对你的形象进行了环境适配，想必你知道这里的规则。窥探他人的记忆，人类总会觉得有趣。你觉得自己会变成谁呢？我将在外部持续监控你的生理特征，面临危险时，请听从指示。准备好了吧？我要启动变身了。 小橘子的脸好软。虽然知道了是小橘子的记忆，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完成实验呢？每一块区域都有一座高塔，你需要破解机关完成赛车挑战后，前往那里解锁下一区域。高塔？它在哪里？ 好远啊！去吧。嗯，我一定会完成同步的，不能给小橘子丢人。莫尼卡拉大叔，这个激光炮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。可以击碎 Q Speed 幻影碎块，大脑力柱上会反射。需要教你什么是反射吗？少看不起人了，我学过物理。这是一个开关，和远处的同色立柱有什么关联吗？ 你会在幻境中遇到多色开关和他们管理的同色立柱，降下他们，你才可以通过。哇，你会读心术吗？我试试。虽然按一次让部分道路通畅了，也有新增的被拦住的道路呢。可以反复操作。<笑>那我知道了。 小橘子是怎么说话的来着？永泰，我们怎么会在阿尔法的码头啊？晕船晕傻了？不是你说难得假期要出海玩玩吗？哦，对对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你看，前面好像聚集了好多人在围观什么，过去看看吧。是买凑热闹。那个人有些古怪，是街头赛车，那个黄头发的人好像很厉害，我们也去玩玩吧。 这个要赌注的，你玩过街头赛车吗？没有，不管这么多了，走了。果然有古怪，小黄毛明显兴不在焉。永泰，我赢了！哎，永泰，你们吃了他们的饵。Enough of this cloak, guys. 你在说什么？永泰呢？阿尔法真正的实验室，你要找的人在哪里？要快，否则。 里面走，等等，这个声音好熟悉，甩掉他们了。这里到处都被机关堵住了，左边过不去，右边黑漆漆的。好久不见了，小姑娘。怪博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冒冒失失的闯了过来，却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嘛？这可是阿尔法实验室的外场。阿尔法实验室？永泰在里面吗？哎呀，走错路了，我这就走。小姑娘花言巧语，我可不信。你想进实验室是不是？我可以带你进去。你带我去。受人所托罢了。集装箱。 仓库，永泰被抓到哪里去了？不对，说到底，他为什么会被人抓走？什么人？后场可有大人物在赛车？你不能过去。你们把永泰藏到哪里去了？我偏要过去。你先住。这里可是遍布着阿尔法的守卫，没有我的带领，你无法安全的抵达入口。哎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们现在明目张胆想凑过去开启机关。 就算你带着，也会被赶走。小姑娘说话不要这么直接。你确定这是通向高塔的入口啊？我冲了。<笑>慢点，你开车也不带我，要不是我熟悉地形，差点丢了。<笑>谁让你出门不开车的？哇，
你看那个蓝珠高塔的机关降下去了。是不是我今天对你太好了？再顶嘴，把你丢这里。对不起，怪叔叔。怪。这里似乎通向海边，永泰会在海边吗？不在。前方集装箱堆里似乎有个窄窄的通道，过去看看吧。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这里有人看守不是没道理的。后面有一座远程激光炮可以开路。看见了，走去看看，多条路多一分找到永泰的可能。这太容易了，该不会是陷阱吧？不知道为什么记忆有些模糊了，我们小心些。阿尔法的实验室入口真的这么光明正大摆在码头上吗？自己想去。一般嘛，秘密基地不都是有正门和后门吗？这里的守卫对于一个小角落来说也太重了些。看看去。我进去看看吗？切，这不是死路吗？你又怎么知道何处是真正的通路呢？这里的机关看起来好奇怪，似乎和守卫并不在一块儿。小心，不要走错了路，这里戒备森严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找条能一次接触到宝物的路吧。没想到这些守卫还悄悄攒了这么多私房钱。你是想说阿尔法科技克扣员工工资，员工攒不下钱吗？哎，小姑娘可别胡说啊。原来这里真的有条小路。不想知道它通往哪里吗？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永泰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。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，果然还有障碍物要打碎才行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前方就是最靠近实验室入口的区域了。我们就不能悄悄地用通行证之类的潜进去吗？你到底是不是阿尔法的研发科学家呀？眼前就是高塔了，果然在最危险的地方。我们有办法能绕过去吗？不行的，这里的守卫只认虹膜识别，外人不可能混进去。那又只有强行冲过去了。怪叔叔，上车。不要再叫这个名字了。终于甩掉最后的守卫了，实验室的入口就在眼前，我都看到门了。想想门不在这儿，看那边。原来还是被迷雾遮盖着，应该是要到高塔那边才能过去吧。永泰，希望你就在门后面等着我，千万不要受伤啊。奇怪，老夫印象中总觉得实验室门前没有这些机关和高塔，更没有什么迷雾。啊，你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了。看来记忆里的人果然被 QSP 的洗脑了。为什么还不能过去？我都能看到实验室区域的高塔了。永泰，耐心些，你看塔下是不是有一个倒计时钟？看来又是什么机关。哎，算了，去码头别处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吧。这是为了避免 QSP 对实验者造成过重的负担罢了，休息会儿吧。怎么样，我们要实验吧？你竟然真的带我来了阿尔法的实验室，我本来是死马当活马医的。这里可不比码头，重要的器械都会有人看守，还有一些地方小姑娘不该去的不要乱走。好，总觉得这里透着诡异，不简单，永泰到底在哪里呢？哎 ，Let's go。这心跳加快了，紧张，还是承受不了？有些紧张了。这里安静又空旷，处处透着不对劲，不像能藏人。怪博士真的这么好心？我不干涉实验进程。切，不说就不说，我自己找。对，啊，这里有个像是门的东西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我碰了一下这座门，就把我传送到了一个相位空间里，还要赛车？都说了不要乱碰，这是阿尔法正在研发中的技术。相位训练场里面的赛车手都是虚拟的吗？嘿嘿，
看什么东西？看完就快走吧。是谁让你带我来的呀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哎，都说不要碰那些相位训练场了。哇，太神奇了吧！我还从来没体验过这样的训练。是专为阿尔曼的车手准备的吗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这样的训练的。感觉整个训练场里的气氛怪怪的。你然后一定有什么东西。刚才我明明都看见高塔了，但似乎在一片封闭的区域内被阻隔起来了。我不能再放你乱跑了，做完你要做的事就快离开吧。奇怪，他似乎并不知道我是要来救永泰的。好，可是前面黑漆漆的，我看不见。我去开灯，你在原地等我，离那些相位训练场远一点。我就这么把怪博士甩掉了，会不会太容易了些？多亏了这相位训练场。小橘子，这招人烦的丫头片子到底跑哪儿去了？要是被他发现了，那可不妙。估计在这里躲一躲，前方还有机关，怕是还得倒回去启动，小心别被怪博士发现了。往前走吧，你会发现你该去的地方。你到底是谁？古人。这个人真古怪，似乎就是在码头上遇到的人，一直跟到了这里吗？你想要救人必须破解的机关就在这个相位训练场的尽头。不管了，他看起来比怪博士可信。知道了。你知道这些相位训练场里都是什么吗？我觉得他们像是真人，但怪博士说只是虚拟 AI。 必要的工具。必要工具。不知道为什么有不好的预感，我要赶快找到永泰。好像开启了什么新的机关，该不会把怪博士引过来了吧？他不敢过来。往前走吧，但不要停留太长时间。这是新的区域，怎么变得更暗了？感觉气氛好压抑。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。这里似乎离我的目的地很近，又非常远，这种矛盾的感觉。啊，前方好像有光，穿过去看看。要现在离开吗？你也可以不必涉险，从这个新的训练场穿过去，可以回到码头。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我一定要救出永泰，他是我很重要很重要的人。很重要的人。去吧，穿过东方的森林，带上他离开这里。First thing。一直与你联络，听我说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点回去。听声音，似乎你在我的正下方，是正下方还有别的密室吗？别瞎想，回家去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相当危险。Q Speed 不是会暴走，掉落碎片影响环境中的场景。为了保护实验车的安全，我们架设了控制器。那这两个相位空间一定相当危险，我先启动控制器吧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个相位空间似乎管理着最关键的障碍物的破坏渠道。也许不止破坏，还有通行。似乎还有条小路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验室，恐怕还有密室在里面。我真的听见了有人对我说话的声音。什么？他说了什么？哎，断断续续的。人体阿尔法实验精神。天哪，你挺清楚的。接近真相是幸福还是不幸？你去哪儿？别走，告诉我密室在哪儿。这架势基本能确定外面的实验室。
知道史迪是有。好在已经到高塔前了，哎，不过还隔着最后一个相位训练场。监测到数据不太稳定，你的选择似乎即将偏离记忆原本的轨迹。有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想弄清楚，作为橘子的朋友，尊重测试者的选择。记住，你随时可以终止实验。天哪，这些相位训练场中的人都是真人，我怎么叫出声呢？你知道了。记住，你签过保密协议，你经历的一切将不能在实验外对任何人提起。你也知道，我是阿尔法的车神。刚才的那个人，他说我赢了他，给了他解脱，他的灵魂终于不用永远被困在这训练场里了。虽然我不必解释，但阿尔法如今已经不再使用这些训练场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？那个人说他曾是阿尔法的车神候选之一。你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同吗？技巧确实，他在消散之前告诉我他将唤醒我的 QSB 的力量。不妥，机场培育，你已经知道这些训练场存在的原因。只要一粒种子就能开出花，多大的诱惑啊！嘿嘿，果然跟来了。怪叔叔，你别跟着我呀！都说了不要这么叫，不行，我不能放任你乱跑。那我知道了，哪里有看守或者机关，我就往哪里跑，一定能找到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真是年纪大了。从这里穿过去就能找到真正实验室的入口吧。这里机关密布，就是个巨大的迷宫，你只要乱跑丢了我怎么跟他解释？那你去告诉那个他，我要去实验室。博士，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座森林来隔开两个实验室？终于好好叫我了。因为包括研发人员在内，绝大多数人不能去秘密实验室。哦，你呢？我当然可以进出自如。那人既然要你为我带路，我也已经知道了秘密实验室的存在，可以带我去吗？拜托啦。好吧，走这边。咦，学会了新的特殊能力。糟糕，一时为了效率使用了刚才的相位训练场新激活的能力。对呀，背着我在实验室挑战的相位训练场，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凶神乱煞的？博士，我能问问为什么阿尔法要建造相位训练场这样的地方吗？你到达过人类的极限吗？你知道能看见更高的地方却只能止步于极限的感觉吗？极限？你能看到前方的小道吗？让我看看你现在能做到的极限吧，小姑娘。从训练场中获得了能力之后，感觉比从前更能掌控赛车了，对吗？是的，但这能力是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，不是吗？掠夺？这世界一直以来不就是弱肉强食吗？不对，赛车不是生存，赛车是热爱和信仰，应该是让大家都变得更幸福的事情。极限是多么诱人的东西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屁话。你们疯了，离我远点，我要去找永泰。没想到怪博士对相位训练场的反应这么激烈，我先从这里穿过去藏一藏吧。在这里你觉得你能躲得过我吗？你别这样，好吓人啊。你不会以为我要对你怎么样吧？不，我只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。什么有趣的事？我大概知道为什么那个人要保护你了。你很特别。不远的某处恐怕也被之前穆尼克拉提到的暴走能量侵蚀了，还是先保存体力见到永泰吧。你走到这里了？是你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比博士还要了解阿尔法？你无需知道，从这里向南走，
你想要拯救的人近在咫尺。终于逃过了临近守卫，真的快要精疲力竭了。这是你的极限了吗？极限极限，你们怎么一个两个都是这些词？去高塔办案，记得休息片刻。你现在的状态不足以救出他，真的挑战还在后面。通常这么深处应该藏着什么？没有的话会失望吗？努力过了有什么好失望的，享受过程不就够了吗？果然想他。你说的不是永泰吧？难道去吧，到终点去。真是不想绕到这里来，要不是为了这个讨厌的控制器。其实真的可以保存一些体力。不行，我得去那边的机关那里看看，总觉得那里有些什么。哎呀，终于搞定了，好累啊。果然在意的东西还是要亲自去确认。你很像他。谁？永泰？谁跟他像了？白永泰吗？白永泰吗？是不会为了自己去伤害别人的，你别说了。
上方。这里吗？你不会真的在里面吧，永泰？别哭了，进来吧。我们现在应该在一个空间里。可是我有些怕，我怕我见到了你，却不知道怎么救出你。橘子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尽你的全力，不能在意那是否失望。永泰，哭什么？我不是在这儿吗？太好了，我以为再也……橘子，别动，满身的伤，后面的路我带你走完。啊，我怎么晕过去了？你不用管，这个激光炮应该需要多次弹射，路的出口应该在最右边。这个掉落的障碍物似乎堵住了相当关键的路。永泰，你对这里的构造有所知吗？我猜大致是一个悬浮在高处的实验室，靠海。路线的话恐怕只有一条。只有一条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来巡逻的守卫总是走到我这里之后原路返回入口，再去到另外一侧。为什么这个入口这么远？我有些走不动了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出口就在入口处。哼，果然是那个人的风格。那个人？唉，我现在什么都想不清楚，感觉真是一口气憋着找到你就累趴下了。不用想了，跟我走吧。不愧是永泰，还是这么厉害。缓过来了。还有些累，但是脑子清楚多了。永泰，我们快往前走吧。永泰真厉害，刚才不管怎么看都像是死路。这里既然和外面相连，那么外面必然能有什么办法破解里面的机关。那你为什么被关在里面的时候还要我来救你啊？那开玩笑了，活过来了。原来实验室的外面是海，那我们出去之后会回到码头吗？和我预想一致，这么大的项目功能，水能成本最低，加上临近码头，出口很可能靠海。差点被你打岔了，快告诉我带我找到你的那个人是谁，怎么感觉你知道他？你不觉得你一路进来的太顺利了吗？怪博士给你开路，你扔下怪博士，又有好心人带你直达入口。会这么熟悉这里的人？莫尼克拉？可是不应该啊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我猜实验室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更大的背后力量启动，他暂时无法叫停，但也不想你我被困。这些人总是这样，说完自己的话就自顾自开始做别的，刚才吓我一跳。我只是不想耽误时间，怕被他们追上。他们会不会是父亲的笔记里提到过的时空什么的？不知道，但我们的父亲应该知情。为什么要往下走？我想看看这里的海边是什么样的海边。海还能有什么不同？齐峰码头的海而已。好了，橘子，快走吧，后面随时可能有追兵。可是我想看。你看，我就说是普通的海。永泰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本来到码头是来看海的呀？橘子。永泰，你快来呀！你看，是大海，真好看。这里应该是最后的训练场了吧？真对刚才的那些车手们感到抱歉。不用太自责，你我都已经拥有了特殊能力，不会再掠夺他人的力量。啊，所以这就是我来救你的时候，你一直叫我不要担心往前冲的原因吗？是的，这些训练场本身就是起到类似的功效，用于强行激活有潜力之人的特殊能力。终于，我已经看到前面左边小路的光了。走吧，左边。那个，
我们还是先去右边那座塔吧。哇，好险，太投入角色差点忘了任务。好。其实永泰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只有你被抓走了？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吗？我让他们以为能量检测器检测到的只是我，你是因为和我走得太近。谁和你走得太近了？你说没有就没有好了，也不知道刚才是谁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救我。因为我们永远是朋友，朋友就是会为对方不顾一切，这是我们的约定啊。走吧，橘子，我们回家。那里有艘船，我们坐船回去吧。永泰，那艘船样子不对。看来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美伴，我一定带你回家。